回去的地方，什么？快点，没时间了。你快点，你会没命的。 吃点吧，这是地狱图啊，公子。糟了，就是他。门呢？啊，门呢？什么门啊？门。门呢？门呢？啊！大师，刚才那门呢？就是。 怎么样才能够到那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一个只有女子的道场。那不就是天堂吗？你是不是饿了？你先吃口斋菜吧。你大概饿昏了。大师，我不饿。我在那个地方碰见一堆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她们出事，我必须得赶回去。回去哪？大师，施主，天堂与地狱你都分不清楚，你要回去哪里啊？求大师成全。哎哎，谢谢大师。 下来，下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。嗯，佛法无边。哎，大师，为什么打人啊？法力还不够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哎，大师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门？这个门我看不见。公子。哎。 我很多女人的地方，那女人呢？走这边。这里不是地狱吧？嗯。喂，我叫孟龙台，咱们一起去找女人。 你真知道在哪儿？
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你不怕有毒啊？哦，他饿了，有事你说。没事啊，吃吧。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，孟公子？我的荣幸，姑娘，我敬你。你不怕酒里有毒吗？哎，好酒。好酒也不能一个人独饮。哎。对吗，朱公子？我敬你一杯。哦。来，干！姑娘，你不会是把所有男人都给收了吧？谁说你不行了？他不行了。行。我也喝。你喝。姑姑，你醉了。你要管我，管我的人来了，姑姑请。你一会儿要安排我的客人休息，不用管他，因为他已经休息了。姑姑放心，我会安排的。公子这边请。这儿是偏房，这儿是寝室，这儿是书桌。难得的好地方，还有这么多好书，今夜难眠了。公子酒量真好。我没喝酒，我喝的是水，骗姑姑。公子真会骗人啊。啊，看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不打扰两位休息。喂，啥呀？姑娘，牡丹姑娘，她好吗？姑姑，明天请两位到茶居一聚。男人怎么选好呢？你选上你再打算吧。书生最好，威武的那个也还不错，傻乎乎那个也还可以。你们看，那个书童已经看上我们家灵媒了。这儿是个女儿国，已经很久没有男人来过了。山上有一个泉，喝了泉水之后就能生育，不过只能生女孩。只要你们愿意留在万花林里生活，生儿育女，你们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。那岂不是天堂？所以你舍得离开吗？我们公子是要进京考取功名的，我们不便在此地久留，是吗，公子？
你们尽管回去救你们的苍生百姓吧，我留下，是不是选谁都可以啊？我要你。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确实不可以，他是我的人，他要是嫁人了我可怎么办？为了我你就做做好人吧。不过你好有眼光啊，过来。随便挑。懂低头的女人，我喜欢。公子请便。不行。孟大哥，请进。朱公子，你怎么走了？对呀，我还有事。今天可是好多钱。你们尽兴，好，我去，你们尽兴。结婚大喜的，来来来，宝刀赠雄英雄配美人。好，宝刀。公子，若没有什么吩咐的话，我们先退下了。啊，退吧。公子，太晚了，早点歇息吧。睡觉啊？哎，公子，公子你去哪儿啊？置地刘郎玉斗，挂帆西子扁舟。千古风流今在此，万里功名莫方休。君王三百州，燕雀岂知鸿鹄。貂蝉原出兜鍪，却笑卢溪如斗大。肯把牛刀试手否？受君
双玉瓯。公子，我们这么犯险到底值不值得呀？哎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女子长得很美啊？很美。哦，我一猜就是。好，说什么呢？我回来找她不是因为她美不美啊，是为了义。啊？人家为我落了难，大丈夫能坐视不管？啊。公子，哎，没人啊，走看看。什么人啊？这里不许任何人进入，不得无礼。他们是姑姑的客人。朱公子，这里是我万花林的禁地，不方便外人到访，两位请回吧。我是来找你想找的人都不会在这里，请回吧。我不要这个女人，我凭什么受她的气啊？只会哭不会笑。成婚才第一天，男人就可以这么对女人吗？男人可以这样对女人？你想休了她吗？随时可以，你还可以随时离开。我没说过我要离开啊，我要再挑个娘子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娶妻要选淑女，我昨天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明天还会有别的想法。朱公子是来跟我们告别的吗？你们要上京赶考谋取功名，我也不便多留，明天就送你们上路。哦，我舍不得这个地方啊，我也想娶个娘子，可以吗？朱公子都舍不得离开我们这里了吗？风流快活嘛，谁不想啊？啊，喜欢谁呀？他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姑姑，我不要。朱公子要娶你为妻，这个机会是多少女孩的心愿，你不要吗？女人总是口是心非。谢谢姑姑，我也要成亲。你也要成亲？今天我们这里好热闹。你喜欢谁呀？你愿意娶我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我？啊，因为我还不够丢脸吗？
没有，你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，什么糟糕的事情都让我给遇上了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没，你哭了，哎呀，你看你，哎，我其实。我真的没有想成亲，你看我长这个样子也不是很好看，我怎么敢奢望说你嫁给我呀？我就是看不顺眼，我看不顺眼那个山贼，他太可恶了，他欺负人，你这么漂亮的妻子他都不要，我就是想帮你出一口恶气，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做你会不高兴。公子他还是要进京赶考的，他在这儿不会待很长时间的，你要是真在这儿待得不高兴，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，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如花似玉的，那在京城会有千千万万的男人想要宠你，想要疼你的，我保证我帮你找一个疼你的男人，真的，你别不高兴了啊。我不跟你同床。哦，我睡地上，我睡地上，我就睡在这儿，你看。哎，你干嘛非要选我呀？我一个人好好的，自由自在的，我也没想着要相夫教子呢。不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不听，那么多女孩子呢，你不选，你非要选我干嘛？我是为了牡丹。你跟牡丹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休了我吧。蔡卓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行了，我不是真的要娶你，我不娶你我就留不下来。我只是想知道牡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能不能假装一下？假装啊？假装我可以的。哎，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类似像牢房那样的地方？没有。那会把他关哪儿？芍药，芍药知道吗？他才不会告诉你呢！你小心点，他不是好人。哎，嗯，你娶我真的只是为了救牡丹吗？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为了救牡丹。那就好。哇，什么？你想害我？不会啦，最多就是睡个三天三夜的。哎，那里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当时来看着呢。丁香姐说她待会儿也会过来。好啊，来。你那些姐妹好像都来了，你要不要出去跟她们打个招呼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想出去见人。啊，对对，不能同床，不能同床。那人家老婆怎么样啊？说说。太棒了。相公，他们一块去喝茶，你来吗？我不来了。对了，你帮我叫一下侯夏好吗？侯夏，哎，相公找你。相公，你家公子啊？哦，那我是不是以后就得叫您夫人了？嗯，叫一个啊，叫一个啊，夫人。我出去一下。相公，啊，夫人，公子出什么事了？一直都放心的吧，不管了。我娘子就她有些不高兴，然后不肯出来见人，我劝劝她。
要。哎呦，我是在假装，我很认真的跟你一样在假装。这什么鬼地方？能住人吗？林小姐，怎么样？孟大哥，挺好的。你这这么多书，头不疼？特别好。啊，有事儿吗？听说你也风流快活，来看看。来，坐。还不去倒茶？喝下，备茶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晚上芍药还有那只鸟要过来巡查啊。嘘，芍药连这种事情也做的吗？姑姑叫他做的，他哪敢不做？来了来了。啊。喂，躲那儿干嘛？你想说啥说。啊啊！干嘛呀？上床，抱我啊！快抱！哦，你连抱都不会吗？看到什么？在床上，抱着。打我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上次在被子里干嘛呢？你偷看我？啊。好啊。你想知道我上次在被子里干什么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痛啊！就这个？对啊。盖着被子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想看到什么？还是你不想看到什么？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啊哈，什么呀？你真的觉得我能找到一个疼我的好男人？当然了，而且我还知道，那个山贼现在就已经后悔了。而且他会后悔一辈子，我保证，我给你找一个疼你爱你的好男人。我要是找不到，让雷劈死我！嘘，别说话。哎，你干嘛？耶！昨天晚上怎么样啊？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我不太了解。姑姑，怎么了？相公要带雪莲、百合、海棠回家。你同意吗？我没有反对。你懂事了，只要有了孩子，就不用再受男人的气了。去安排吧。是，姑姑。姑姑，我先退下。芍药姑娘，我问了大家，没有人知道牡丹姑娘的去向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应该问。你知道？求你了，芍药姑娘，你告诉我。把剑放下。没事，是误会。我是在问他牡丹姑娘的事。其实大家都很关心，想知道牡丹姑娘去哪了。他们不敢问我，是怕我伤心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牡丹为了一个男人自杀死了。
你等着那个男人来看你呢，在那儿，那儿看，那儿。可惜他不是来找你的，他是来找你的好姐妹，他们已经成亲。啊，太可怜了！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就会成全你，哪还有淬毒的份儿啊？不过男人就这样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你还爱他？你要是现在告诉我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想他了，我立即。说嘛，说嘛，犯贱，就是犯贱！我也成全你，我会让你烧七七四十九日，然后魂飞天地。